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Rap，在107年11月27号美术馆的17:49，出发的是320，是这样，三星烤星的微笑圈，不对，应该是155次。经由三线看我屏东的 PP 之墙啊，应该是要录这个。显示器多傻眼。有一个很多相片挂在很多的地方，大举挂片。我正在等待列车的驶进后通过。一下显示器关掉，关闭一样。不要关闭干嘛的？有一个很多相片挂在很多的地方，大举挂片。啥也得说。我来了，有列车通过。有列车，不知道是什么车子，这样，不知道是那个什么316次的，经由南回线，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微笑签证3248次，经由三线号新竹的微笑签证，嘟嘟哒，还有进站，这相片号在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刚好。3248次的微笑好区域监测，824加823微笑区监测。行。等下，星机编组哎，的微笑号编组。我刚才那些片块等都点不到几张。3248次经由山线开往新竹的1824.83为小圈的新机的编组段，新竹机务段编组。刚好开往新竹的1824.83为小圈的准备时间。美术馆站。是3248次，经由三线开往新竹的1824.83微笑圈的已经驶离美术馆站。就这样，录像片完成，都电影到极光片，也就这样，拜拜。今天3248次用的是新竹机务段的824跟823，谢谢各位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耶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